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到嘉义市文化路夜市，受到民众热情欢迎，不仅积极争取支持，民众见到郭台铭展现热情，积极反馈。走访全台许多夜市，还要跟摊商把感情，不仅品尝当地美食，还赞林聪明砂锅鱼头是个成功案例，管理好产品，多元化经营。不过外界更关注他推出的副手人选赖佩霞。赖佩霞宣布在15号启动放弃美国籍的正式程序，强调了解投入一场总统选举，国籍身份没有模糊空间。早在受邀副总统搭档的第一时间，就将这个情形提出，并规划宣布后立即进行作业，放弃美国国籍，一切照原定计划进行推动。郭台铭也随即在脸书发文表示，他已经启动了放弃美国国籍的正式程序，消除所有迷糊空间。他是我最好最强的搭档，我们将义无反顾投入这场改革和冒险。而郭台铭也将展开联署，初期联署点将以六都地区为主，之后再扩及其他邻近县市。未来郭台铭的选举行程也将搭配各地的联署站站点活动。联署前夕，郭台铭不止副手人选，样样都充满话题。三立新闻郭素马玉文台报道。